朋友们好，我是老二，他俩是元宝和六一，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这段时间没有怎么更新，一直在家休息了。然后这几天考了一个摩托车驾照，本来想选个二轮的，最后想想两轮的带不了元宝和六一，所以说我们直接选了一个三轮的，考的证也是低证，然后两轮三轮都能骑，这三个准备环华旅行了，朋友们。然后绕中国边境线走一圈，全长36000公里，途经219、331、228。听说能走完的人全国不超过100人，我们三个准备2024年挑战一下，万一实现了呢？给大家看看我们三个的座驾。收拾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二姐店里，跟二姐道个别，我们就走了。这就是我们三个的所有行李，这还是以前的老装备，然后收纳箱，那里放了一个包，这个是给元宝他俩铺的被子，这样比较暖和一点。这是一个伞，到时候热的话还可以撑一下伞，用的时候再给大家展示。上去，他俩头一次坐这个车，好像有点害怕，不过习惯了就行了。这有一个相机，这有一个相机，这是个手机支架，这还有个手机支架。为了防止元宝咬人，专门买了几个挂钩，然后挂到这边上，买了一个网在兜里，这样会好一点。上去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样就行了，刚好握里边，也没那么紧。看看，要不然我老是离开车的时候老是提心吊胆的，怕咬着人呢。咦，你还没老底兔事儿？那治治底兔方便。你准备冲这呗？准备从这儿，从河南郑州到从咱这儿，然后到漯河、信阳，出河南到武汉、长沙、桂林、南宁，走到东兴市。哟，可不近。这是219的起点，然后这个地方，绕中国转一圈。这是我的计划。